日前，任贤齐挺着巨肚化身24孝老公与太太 Tina 及一对子女现身商场 shopping。 然而身形明显再度膨胀的她，肚腩已经大到如怀有8-9个月身孕的大肚婆了。当天任贤齐一家四口步往一家时装店，见任贤齐主要陪太太及女儿 Ratty 逛街，13岁的 Ratty 长得亭亭玉立，模样十分的清秀，遗传了父母的优良的血统，身高已到了老爸的耳边。买完衣服后，任贤齐与女儿先走出，而10岁的儿子 Cody 紧随其后，但是活泼好动的他蹦蹦跳跳的不愿意走，最后在被老妈劝说下才下楼。随后 Tina 负责拖着崽崽离开，而女儿则与老爸并排而行。早前任贤齐发表长微博对表演失误而道歉，他称在传承中国我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学习京剧，深感荣幸的同时也倍感压力。作为国粹，京剧真的是一门学问深厚极具魅力的艺术，这次能够有机会向谭笑曾老师和谭正言社长学习真的很荣幸，也很开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京剧艺术传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